其实话也讲也少。那我今天呢，时间关系，我把它重点的一些思想，为什么要探讨它的思想？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人生这个皮囊就是数十寒暑，繁衍就过去。但是我们前人留下什么？留下的是文化，留下的是智慧。那我们后人能不能承先启后，能不能结伴，不是我个人的事，我认为是全民的事。佛法说归言无二路，方便有多门，疗法可以用各种各样。在中国医学里面强调也很清楚的，在治疗人的疾病的部分，疾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标本兼济者要标本兼治。这个里面疾者治其标的层面就涵盖了一些当人体的治愈率、自我的修复能力降低的时候，不得已的需要外力的介入。在严重的时候，就像王医师，当外科当这种开放性的创伤的部分、急救的部分，这个时候分西医莫属。所以今天医学没有对错，方法没有对错，再由我们用的恰当一方。我想会长其实留下了很多的思维给我们，这个呢就是我就讲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前辈，我只是以一个学生的立场，跟随了会长十多年的时间，得会长的提携，得会长的教诲，那我把我的一点心得呢归纳一下，那么给大家来做分享。其中的有一个片段是我们会长最后一次的演讲的讲稿，那么这个讲稿呢，因为那个 PowerPoint 档是我帮他做的，所以我就秀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也顺便给大家分享报告。我们老师陈朝义教授、陈朝义会长，他最后他留下了一些什么思维，我们给大家分享，仅供参考。那么我们也看得到，从大同中医一直到自然疗法，33个年头，不是个很短的时间。那么会长著书并不多，他大部分呢是收集了刚才讲世界只要有这个因缘能够在一起的，也没有分中医，也没有分西医，完全没有门户。会长其实是个没有门户的人，他这个里面包罗万象，这个里面不是他的文章，是大量的，大家可以在外面，大家手上有一本，你看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就是让大家来集思广益，搭建一个应该来讲，有如说医道革命，倒不如说医道要改革。那么这里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谈到医道革命，革命这两个字不是好玩的，革命，革命是暴力，革命是要把前面的东西推翻，要重新建立一个秩序，这个才叫革命。为什么到这个程度呢？不好意思，其实是有些时候叫做不平则鸣。这一个时段内大家都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医疗资源不公平，我们在政治上我们是一党独大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你说一党独大有问题吗？也不见得，有些时候要一党独大，在我们医学上其实是一医独大的，这是我个人浅见，一医独大也没什么对错，但是不要过当。那在有些时候是不过当的条件下，才会引起不平则鸣的相对对抗性的一种思维才会产生。因为不好意思，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不是什么先贤，我们人都会有情绪，在情绪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过当的一些反应，这个是我认为是正常的。所以呢，这里提到的最重要的说，我们会长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举办了一次，也是3月1号，但是我们陈所长这里，还有曾仕强教授，还有董医师，还有当时钟杰钟教授也在做。但是呢，我们都看得出来，看到这些影片，我们就有感触良多。总而言之，我们能不能承袭前人留下来的智慧，那个是要看我们后人怎么做。很多人在问我，什么叫做医学，什么叫做疗法？那么我个人把会长的教导浓缩几个字，就很简单了。医学是体，疗法其实是用。体可以解释，可以指导用，用一定要能回升到理论基础，
要有系统。所以呢，这个疗法跟医学其实它是一体这两面，也可以说用阴阳来区隔的。那么会长他每一期的杂志在这里都会写得非常清楚，他写的依据国父遗教，提倡医道革命，复兴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大同，宣扬中国的和世界各国的自然疗法医学，然后建立什么呢，就是刚才谈到的会长心心念念谈到的人人医学、家庭医学和依法医学。我跟会长那么多年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人人医学不是人人当医生啊，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不是人人去当医生，是人人当自己的医生，自己照顾好自己。这里呢，就跟欧阳英老师谈到的这个把健康走进家庭，其实是这个概念，是人人远离疾病，尽量不生病，所谓的上工治未病，是这一个层次。那么依法医学，这个我想大家都谈很多了，就不省略。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花功夫，我们确实就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医疗资源的浪费。那么这就是当年会长最后一次的演讲的 PowerPoint 的，这是当年我帮他做的。那么在这里他谈到的儒道二家，为什么要谈儒道？我们是中华民族，儒道是谈我们人文的基本，在这个社会上天地人怎么安身立命的一个心法，我认为是一个心法。所以儒道其实是为本，后面老会长讲到儒道为本，科技为用。我们会长并没有排斥科技，但是科技为用，但是儒道为本，人文为本，科技为用。道生一，一生二，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易经》，我们读过老子《道德经》，都知道三生万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中华自然疗法医学的原理和方法的问题是在哪些地方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三生万物、无道一以贯之等等的这些东西，说穿的就是阴阳的问题。那阴阳是什么？阴阳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自然哲学思维的一个高度的归纳。天地万物，阴阳两个字涵盖完毕，是一个高度的分类的归纳，是一个高度的什么，涵盖很广的一个统计学。以我个人的角度是这么样子的。那么至于科学与不科学，这里呢对科学的定义呢，我想不同的门派、不同的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诠释。那阴阳的问题在哪边？各位，我们要中国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说知道，你知道吗？我知道不简单呢。知什么？要顿一下道，能够把道知了，那不得了的事啊。请问我们自己真的知道了吗？道是什么？凡是读过易经的朋友就很清楚了，道是宇宙当中的规律，不是因人而存在的，所以老子才会说道可道而分常道啊。我们讲的道不是真正本有的那个自然道，道不是因人而存在的，人是在道当中而产生的，所以这个道是个大学问。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就会明理，我们能够明理才会知法。理是什么呢？理是本有的，本来就存在的。各位，一个蚂蚁它没有什么学问，我们认为它没学问，它是你看它出去它回得来，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只是道理我们不了解，它为什么跑出去会回得来。一个蜜蜂去采蜜，采完以后它回得来，这就是道，它本有的那个本能，本来大自然界就本有的。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所长还有我们高教授也特别谈到，我们的细胞本身就有一套修复机制的，等会会谈到，我们自我会康复的，但是它是越来越弱，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随着年龄慢慢递减，到最后油尽灯枯，那就差不多了，是成住坏空。但是今天的灭就是明天的生，所以生跟灭之间，它是不断的一个宇宙当中的生物链的循环。这个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所以呢，道生一，一生二，哦，这个太极出来了。各位，严运动说了一半天的严运动，
会展在他的著作里面自己强调的特别多。各位啊，哲学是科学之母，没有哲学的科技是危险的。有爱因斯坦讲过，等会我们会 看到那个影片嘛。那如果在这个里面，我们太极之两仪，我们讲生跟灭，它是绝对两个相反的东西，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cycle， 所以它是元运动。老会长，我们会长要讲的是这个，在他著作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说创了生可顺利如黄无端，在中医里面的经典已讲得非常清楚的。病嘛，我们今天不得不谈到疾病，生老病死。我们病是什么？等会会做一个前世。既然是病本是什么，不外乎就要有两个诊断方面的统一性。我们一定要懂得病因，懂得病因，疾病是动态的，它不是定态的，它是动态的。为什么动态？就必须谈到病机。所以你看会长把它归纳的非常清楚的，疾病发生的来源问题就是邪。这个邪啊，中医一个字把它把所有的治病的内外在不良因子，有形无形，一个字涵盖完毕，邪。什么叫做病机？有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良因子发生在人体上，人体会有自我的调控、自我的修复、自我的适应的本种种的本能，这所有的本能中一个字概括完毕，叫做症。所以呢叫做自然疗能。很多时候我们谈自然疗能是什么，以我个人的浅见，最起码它涵盖几个层面，涵盖细胞本有生命本有的那个本能。那个本能是什么？几个大的项目：自我的复制、自我的调控、自我的更新，最后不得已自我适应。而且这种能力是慢慢递减的，随着岁月是递减的。这个就谈到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当递减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医疗、我们的保健、我们很多东西就要介入，是这个问题。万病也毒，百病有百因，百因毒为首。那这个毒是什么呢？会长归纳得很清楚，一个叫气化，一个叫做病毒。气化是什么呢？来，我们看这两个也是可以用阴阳来高度概括的。病因，疾病的统一性。气化是指什么？他说万病一气，万病一气，风为百病之神。过去我们学中医的时候读到这个头就很大，怎么风会为百病之长呢？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美国人研究中医的这句话，风为百病之长，风既然吹了会生病，就把一群小学生找到一个教室里面来，然后量体温，量所有的生化指数，然后呢坐在教室里面给他们看影片，然后找几个风扇四周就开始吹风，吹完以后再把他们量体温，再来简化他们生化数据有没有什么异常，结果发现都没有。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好像是瞎说的，这开玩笑，不过这个 是真的，是真实发生过事情。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风、啊、其实没有了解。中医讲的风不是刮风的风，涵盖是讲能量的，是讲无形的。这个会长归纳的很清楚的，是无形的东西过淡的、适当的，任何东西过，《黄帝内经》一句话讲：“病生于过用，过任何东西过，就会异常；不及会异常，过犹不及。”两句话。病毒这里是指能量无形的，无形的东西在中医里面也是阴阳概括完毕。无形的东西叫阳，这个呢叫阴。病毒，万病一毒。你们看，痰为百病之母。中医讲的痰，水积成饮，饮凝成痰，是指用西方医学的角度，就是病理产物，就是不良的体液。在这个里面呢，它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各种循环的物质循环的堵塞。一旦有堵，下面一个讲，就是下面我们张琦张医师的自然医学基础。这个自然医学原理的概论里面呢，特别会来论述这一段路，堵乱的问题。
所以这两者呢，在病因部分呢，陈会长做的是两个的归纳。病机，说到这个机，我曾经请教了会长，我说这个陈医师啊，我说这个病机您能不能再帮着多开示一下？会长是这么跟我讲，他说你把所有中国字的机你都想一遍，比方说机会、危机、病机，军队里面有军机，对，我们做商业活动要有商机。你把所有机想一遍，你就懂得中医讲的机是什么概念。所以各位，中医呢把它高度的做了归纳，大家学过中医的朋友都知道，第一个分先分阴阳，然后呢表里寒热虚实，八肝辩证就是这样出来的。把人类可能身体的异常状态，我讲的是异常状态，做了这一个高度的归纳。不管你生什么病，你不外乎所表现出来的体征、体质的表现就是这几个范围，但是它错综复杂，它理理中有我，我理中有理，好，在这个里面但是做了高度的归纳。我们会长呢在做了一个补充，它叫做心八纲，叫做邪正内外出入升降，它把这一个是一个现象的做了一个动态的一个表达。当然呢，这个是主要是帮助大家对于中国医学讲的八肝辩证呢，再进一步的做了一些诠释或补充，那么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中国人的东西啊，是医义而不医矣啊，医治而不医事，是在某些时候是抽象的。其实为什么抽象？因为生命是动态的，万物是无常的。《黄帝内经》讲的这个治法的统一性，第一个叫政治，一个叫吏治，一个吏治，一个叫法治。中国人讲的这个，我曾经有一次到了北京，北京我跟会长去，他发表的世界自然医学表解，那一次他的论文得了第一名。那时候还很早，我们到大陆的，但是大陆刚刚两岸刚做这种互动的关系的时候，后来呢有一位老教授就拍拍我的肩膀，他就跟我讲，你们会长讲励志讲顺治啊，其实他说中医啊不是已有励志吗？我说请你指教。他说中医不是讲这个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吗？不是相对应的励志吗？我说受教受教。后来回来以后呢，我跟会长说了一下，我知道他讲的他可能误解，中医讲的立志，这政治是什么呢？是违者在轻微的状态上来用的，是什么？以反治反，是反反得正，以寒治热，这个是相对应，以热治寒，这是对应的一个平衡关系。但是在某些时候是胜者从之，是什么？以热治热，以寒治寒。我想在临床上，大家在中医临床的这些同道们，大家对这个东西看的都会心领神会的，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状况。中国医学治病跟西方医学治病有点差异性，差异在哪边？它很难定性定量。为什么？因为十个人十个体质，虽然同样的病症，成都有一位96岁的致癌专家叫做于荣光，他治好的癌症患者已万计。有人跟他请教，你能不能告诉我肝癌该怎么治，能不能告诉我一套治程，或者给我一个治安肝癌的一个处方，我可以救很多人。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治疗肝癌的处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得肝癌，他状况不同，所以中国医学治病叫做因伤因人因时因地，是不同的，是有不同面对的，所以是个异化的服务，就在统计学上就很难做到标准化的统计。这个就是两套医学不同之处，不是谁科学谁不科学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正因为过去有很多的这种说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长会有一点不平的一种反应，这个大家要有一点理解。好了，我们再来看现代医学的治法呢，我们就有点差别性了。刚才讲
己者治其标，我们需要立志，我们需要对抗。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气喘呼吸不过来了，我马上可能很快就窒息了。各位，这个时候类固醇的介入是需要的，否则我可能一口气喘不过来就死了。我先把它急者治其标，我用类固醇先抑制了免疫反应，让我的气能够通过去，一口气喘过来活下来再说吧。然后呢，再缓者治其本，我再来调理，我再来造成我为什么过敏的因子，我再用中医或者自然疗法的方法去掉。刚才谈到中医西医不是要对立，中医西医也不是要结合，我个人看法是这样，中西医是要互补，当理之所长的时候必须得介入，当我之所长的时候是我要介入。所以在这个里面今天也在推动一个叫做整合医学的概念，这个我认为叫什么概念没关系，但是这个概念是对的。什么叫整合医学？这个我那个林成基林大夫啊，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就是看病人当时的状况，该用什么方法介入对他是最有利的，这个叫做整合医学。那什么叫主流呢？主流就是按照那个病人当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哪一套医学对他来讲就叫主流。这个是林成基院长跟我做分享的，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到位。所以呢，这里要清楚，就如果我们任何东西它差别在哪边，就是我们医生针对的是疾病的症状，或者我们用的药是针对症状来处理，而不是对病人的人为什么人的异常状态产生的病症，那么等于会对病呢会有一个诠释。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一直这样子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容易叫做压病如累。中医里面有句话叫做闭门留寇啊，这个是不妥当的。那么什么叫做顺治呢？就是医生或者用的理发方药是顺应人体的本能，就是自然疗的。刚才讲人体的自我的疗愈能力，我在他的自我疗愈能力上我助他一臂之力，让他的这个能力加强了，病自然就赶走了，就叫做引邪外出。那么各位说了一半天，肾死方能上手，如果我们这概念不清楚，我们的医道就乱。各位，医道乱则国乱，不得不慎。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提到说，在《黄帝内经》里面很早就已经提示我们，就是顺的重要性。利是非常状态用字，不是常态。如果把利字当作常态来应用，就会造成这个的乱象。五行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五行的问题呢，主要是在讲物必先腐而后重生。那么五行它其实是在讲阴阳论，或者是什么论呢？来，各位，为什么要讲阴阳？中医讲的生克顺利，讲的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其实它不是玄学，它是一个哲学思维，它是一个观察人天地人之间的互动的那一个规律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它是可以变化的。那你要了解它的变化，你懂得变化，这个叫做机。你懂得阴阳五行，你才懂得机。我开个玩笑讲，我们去买彩票，你怎么知道这个彩票会中？你就要去预测，这个叫做机。你懂机，你买彩票你中奖。等到开奖以后，数据出现了，再买彩票来不及了，这个机就过了，这个叫做机呀。大家房地产都在涨，哎，我早两年我就买下来，我不是今天就赚了吗？但是那时候你看不到今天会涨哦，今天会涨，你能够去年看到今年会涨，那就你就叫懂商机。疾病也是一样，人体是动态的，能够预知未来，它是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的归纳，其实在中医的阴阳五行要讲的是这个，这个我省略时间。好了，这个五行呢？我们会长也归纳的都很清楚，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讲了，我看我的时间也来也紧张了。那么大原则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会长并不是要跟西医对立，是当年的那种状况，中医是受到打压，大家是很清楚的，不平就折名，这很正常。
所以他要反对的不是反对西医，他是反对的，他要表达的是说过当的，是过当，任何东西过当也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讲过当，我们说我看到一则新闻，看得叫你啼笑皆非。中国大陆有一位先生，太太难产，太太难产，医生要开刀要手术，高医师在做，医生要手术，但是先生不签字，先生说不可以，不可以开刀，结果一直太太，先生不签字，医生不敢开刀，结果产妇，她要双双身亡，这个叫矫枉过正，这也是矫枉过正。当下需要什么的介入，是由当下的医师的专业的判断，不管他西医、中医、手术、类固醇、激素都没有关系，看当下，当下该用什么用什么。但是随随便便我就开刀，那是开刀过当；随随便便我就吃西药，我今天高血压一量，高血压超过130，低血压超过190，马上就吃药，这个可能有点过当。我先从生活作息调理调理看看，如果那个调理完毕，我就可以不要吃药，就不吃了。但是调理还是不行，我偶尔药的介入，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可。哦，大概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呢，中医其实老会长讲的其实是这些概念。来，这里呢还是讲因果。会长讲的顺治，就是讲因果问题。各位，他用的比喻，他说一颗种子放在这个桌子上，这颗种子是因。放在这个桌子上，这个桌子上没有水，没有土壤，它永远不会发芽。但是这颗种子如果掉在土地上，种子都一样，因都一样，环境不一样，盐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它发芽了。疾病一样，我们病毒细菌要看环境，如果你不制造这样的环境，一个病毒一个细菌也做不了官。所以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目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癌症也是一样，体质败坏在先，细胞癌变在后，本末不可倒置。讲你半天，我们会暂时讲这个，讲因缘果报的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哲学思维，其实它也是个大自然的规律，跑不了的。这个讲过好了。因此呢，这里呢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我们单靠杀菌，你看我们今天的抗生素，抗生素没有对错，是我们使用过当才有对错。这里讲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治而治是为残治，治而不治是为暴治，是这个概念，这个是古人讲的，好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来讨论什么科学不科学，我们讨论生命，讨论如何安身立命，讨论如何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讨论怎么健康管理。我们把疾病跟什么跟健康很难一刀切的，很难一刀切。因为什么？疾病的现象是正邪消长的一个动态表现，现在没问题，明天会有问题，今天有问题弄好了，明天没问题，它是动态的，它不是定态的。好了，这些呢我想就不再讨论了。这里刚才谈到爱因斯坦这句话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科学没有信仰是缺子，信仰没有科学是瞎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长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提儒道为本，科技为用，他没有开始科技，但是儒道为本，就这个概念。因此可以大胆的说，这个是我说的好不好，这不是我们会长讲的，我的归纳就是这样的。中医如果不了解自然医学是一大缺憾，自然医学如果不了解中医可能会不得要领。为什么？因为中医是一个高度的人文哲学思维，它是一套艺术，它是一个哲学思维。我们会讲最后的，请大家注意看他最后的一言：离骨而不离骨，言精不止精，啊，大家看得清楚，好吧？所以呢，这个中医的复兴
就是在会长的里面说为什么要结合什么，他说中医的复兴要以世界各国的自然疗法结合，这个是他心心念念在晚年的时候经常碰到我碰到他的时候耳提面命的一句话。然后呢，儒道为本，科技为用。他举的例子很清楚，他说你从这个安康来看我，你怎么来的？我说我坐车来的，我开车来的。他说你有没有骑马来呢？你可不可以骑马呢？你骑马就是回归以前的老祖宗的方法，你开车就是现代的科技，但是你主要是来找我，所以科技是工具，科技不是指导原则，请大家注意这句话，科技是工具，科技不是指导原则。讲你半天，我们就讲度，任何东西刚才讲方，归言无恶路，方便有多猛，人要高瞻远瞩，要站得高，像我们会长高度越来越高了，他因为站得高，高度才能决定广度，广度呢才会什么呢，才会影响深度，有了深度才会有气度，有气度会反映在各位的态度，态度最后会回归高度。这是我个人对会长的一个归纳，一个心得，一个从会长身上看到的点点滴滴，我个人的心得。所以思路决定出路，医学上何尝不是这样子，我们任何东西都靠思路，那思路在哪边呢？我认为我们会长的思想，学术思想的高度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思路。其实这个思路呢，也是古圣先贤若干几千年的生活实践，疾病康复健康的实践当中总结和归纳，再从我们会长那边再做了一个归纳。不管怎么说，心火是可燎原的，只要它是正确的。再说一遍，学不分东西，人文也没有古今，因为人永远都是人，人该有的七情六欲永远都有，人有的善知善念永远都有。那么如何的让这些好的思维好的思路延续下去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再不来从这些根本的思维上思路上来解决问题，还在一些疗法上说你对我错，没有对错，对就是错，错就是对，对错之间就像阴阳之两翼，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不净不垢，心经里面这些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很多的一些哲学思维，看状况啊，看状况。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分疾病状况，这个叫健康，这个叫疾病，我们可能永远会不得要领。为什么？你们要看我们现在来讲已经面临这些问题，台湾医疗大崩盘，当然现在没那么凄惨，这是媒体在报道的，但是不表达他们问题，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怎么办，这个比较重要。我们来看这里，问题疾病的问题一直这样来区隔，这个叫做疗效，那个不叫做疗效，我们会面临什么问题？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你们看他讲什么，他说你在医学院所学的一半以上不出十年就会有人证明他是错的，那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错。其实各位，我个人的浅见不是说哪一半错，是我们偏颇了。为什么偏颇？偏颇在哪边？我们看看钟杰钟教授曾经跟我们做了这样的比喻，钟教授他说一锅水烧热了，这个水烧热如果以人体来比喻，就像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类似这样的毛病，那怎么办呢？怎么降水温呢？加冰块，加冷水。他说这种方法呢就叫做西医啊，这是钟杰钟教授做的，釜底抽薪，把火关掉，把柴火拉掉，健康促进自然医学。各位，那么就有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又加冰块又关火呢？各位我认为这叫做中西医互补
这个叫互补啊，不是结合，是互补啊，可以啊，看状况呢。所以任何医学，我认为就是看状况。我们看马来西亚啊，还有一点时间，我高速度的跟大家报告。马来西亚，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马来西亚的国家的政策已经在改变，这怎么改变呢？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环境造就了什么的一个现象呢？社会现象，当然都不能说都是医学造成的，还有很多的社会因素，还有个人的认知，人们的生活惯性，种种的复杂因素。马来西亚有2800万人，成年人就是18岁以上的人1600万人，成人当中你们看看有多少，72.5%的已经有五高，高血压、高尿酸、高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这么严重的状况。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做了很大改变，改变什么呢？你们看，他在2010年就成立了什么叫做非传染疾病的专门委员会，他由他的副首相跨了10个部会。为什么？健康是全民运动，不是医生的责任，是全民都需要的。所以欧阳英老师在推动的，从厨房管理、餐桌管理，这就是第一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做好了，可以节省很多医疗资源，人们就不必要莫名其妙的走到末病，走到急者治其标的那个无奈状态。这个是卫生部长，前一任的卫生部长廖仲南。那么上一任是2012年，我们第一届的中华自然医学高峰论坛在举办的时候，当时高医师也陈蒙林也跟我们过去。当天廖部长问我，他说你们在搞自然医学中医，他说那跟现在的我们的医学有什么差别呢？ 是什么差别呢？各位怎么回答呢？我就用了钟杰钟教授的话回答他，我说水烧热了加冰块叫西医，水烧热了火关掉就叫自然医学。他说这个简单易懂，很好，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当年呢，我们集了美国自然学研究院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在那边审核我们自然学的纲要，那么就是当天我们的公报，这是当天的结果。会查状况。2017年12月，我们第二届的大会再度召开，第二届的大会再度召开。那么我们就从我们的自然学纲要当中，我们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我们对胃肠肝胆怎么处理？我们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包括逆转在内。逆转就的意思就是说，我走错了10公里路，如果我发现错误，找到方法，大原则还有机会走回原点，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虽然得了高血压，我70岁、60岁，我不得已我要用药物控制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还走得到原路，还有机会走得回来，是可以慢慢减少药，不是断掉药，是慢慢减少来取代，走回原点。能不能走回来，要是多层面的关系，不是一个人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疗法的关系，是病人的配合、生活的实践、态度的改变、心情的转换、饮食的改变，再加上另外的一些参数的介入，能不能全部转换回来，看状况不一定。这个呢，简单的省略了。我们很多同道都参加过我们的大会，我们简单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人啊，知之有限，不管到了哪个层次，全人类的智慧在宇宙当中也只是一些凤毛麟角的知识面。所以永远我们要知道千兽易满招损，我们永远学而后知不足，是这个样子。林一信林主任委员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很感慨，他说学医3年什么病都会治，行医30年什么病都治不好的。我想这是一种还值得玩味的一句话。然后呢，我们的组织是什么？我们学不分东西，我们集人类的所有的知识，我们尽量的把它成为一个教育系统。然后呢，要从哪些层面上来着手？
生活、生命、生活、生态、生计、生产，全方位的要关照到。所以说起来，自然医学真的很广泛啊，很广泛。那么当然药理呢，言出有物，论之有据，简便易行，行之有效。有个前提，手重无伤。天人相应，这些呢都是一些教条性的东西，大家看看都知道的，我就省掉。特别强调的这个，我们不是排斥科技，是人文为本，而科技为用。众生平等，说到众生平等还有意思。自然医学里面谈到的是什么？西方医学对于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就跟我们会长讲到的源。因根源的问题，我如果不制造一个肮脏的环境，根本没有七冲马一的生长。各位，体内不腐败，外邪是不侵入，侵入也没有用，侵入的作用不大。但是有句话，中医还有一句话不足，所以中国医学从来就没有把话讲死。邪之所臭，其气必息呀。你先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没有说我抵抗力，我免疫力，今天我们讲的很多东西，我生活调得很好，我当然就少生病，没有错。但是邪之所臭，其气必息呀。如果你处在的那个环境很肮脏很糟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外来的病邪大过于内在的调控能力，一样要生病。所以话都不来说死，这就是阴阳概念，这就是言运动。所以曾仕强老师一讲，我们跟曾老师一起吃饭，这个很有意思。什么事情你问他，他只回答你一句话，那叫做很难说。你要问他对还是错，好还是坏，从来不回答这种问题。凡是 yes or no 的问题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一回答就死掉了。今天是错，明天说不定是对，所以福兮祸所依啊，祸兮福所伏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啊，看状况哦，今天状况跟明天状况会怎样，不晓得。老师还讲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经常说人家朝令夕改，很生气，他说在某些时候本来朝令就要夕改。因为你下的朝令是你想当然的，你的主观下的，哎，环境改了，环境变了，你不变吗？当然要变了，而且随机应变，变得越快越好。所以朝令有时候要洗改的，概念是一样的，都是一些哲学思维哈，都是哲学思维。好了，所以呢，刚才病邪病毒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我们在过去，刚才讲为什么这个李安鲍威尔教授说，我在医学院教你们的一半。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半错。不出十年，你看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得了2005年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两位科学家，一位医生，澳洲的。那在今天已经有人写书，幽门螺旋杆菌不是造成消化性溃疡的关键因子，不是，提出一大堆的论据来，对不对？有道理啊。那幽门螺旋杆菌造成胃溃疡是不是？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中医讲的目必先腐而后重生，是内环境已经不良才会让幽门螺旋杆菌为患。如果内在环境正气存内，内环境调理的好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有必要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我们陈医师在做，我有点班门弄斧，幽门螺旋杆菌不是都是坏，有作用吗？最起码对胃酸好像还有调控作用嘛，所以天下就没有绝对的坏，也没有绝对的好，看状况很难说。人心人数，这个我们不谈那么多。总而言之，疾病，看到疾病是什么？这里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两句话讲：正消邪长，任何生命体。都是正邪并存，就像你我有正念也有邪念。什么叫做邪念？异常的、过淡的，
只是说这种量可能很少很少，或者刚刚一发生我自己就调和过去了。人都会生气，一生气其实也是一个邪念，因为人生气 会引起身体出状况。在这种状态下，各位如果说这一弱了，邪就上涨。我们陈所长跟我们分享过肠道里面的肠道菌，我们肠道菌有超过100兆的肠道菌，也是正邪消长呢。好菌多了就少生病，坏菌多了就生病了。啊，可不可以都是好菌没有坏菌呢？也不对啊，也不可能呢。所以好坏还参半，看哪个多哪个少，大概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双歧菌呢，好菌多了就偏向好了，坏的多了就偏向坏了，哎，蛮像台湾的显明。看看要投绿营还投不投蓝营，怎么投啊？这都是很难说的，所以当总统很难说啊，很难说。各位，总而言之，一句话就讲完了：邪毒盛，正气衰。疾病不管以什么形式来发生，它都是几个字：邪毒盛，正气衰。这个邪，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一个当医者的人，不管你推动自然医学，还是做先导、做教育、做疗法，当医生，不外乎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态度：视病如亲，视病如师。然后呢，了解自然，善用自然，要尊重自然，要保护自然，这个是不可偏分的。西怀罗要见。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不是所有药是这个样。我要谈的是自然医学要有自我的规范，不属于我们领域的，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任何一派医学它都有一个范围，我们不可绕过去。外科手术不是我们的专长，不得已的西这个西药的不得已的介入，那是有必要，不是我们的专业。侵入性的治疗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专业在哪里？上工治未病，饮食是要在一个前提的条件下，适应炎的概念。适应炎是1970年的时候，苏联科学家伊舒拉尔莱克曼博士所提出来的主张。三大要件：无毒无副作用，广泛性效果，不特定哪个器官。什么样的广泛性效果？让身体机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这种理发方药，这个就是我们自然学要用的。所以我们用任何方法，你先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有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有，你就大胆用，因为不求有功，你会不过。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不是你我要用。各位啊，人养不医了啊，这些呢就人中就不西。我这里要强调一下，不是说是用中医就不用西医，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能用顺治的方法。助生命一本之力的时候我们尽量用，但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可能用到西医。我个人的浅见是这样，自然医学就像一个治理社会的教育，教育就是自然医学的范围。但是人会犯错，犯点小错我们可以通过调解委员会，了不起打打民事官司，这个已经治疗一个中医的层面，或者某些治疗的潜在的层面。我们的西方医学，各位西方医学的医师们，不好意思，我这样的比喻大家不要生气，西方医学的部分比较偏重在刑法层次，要不要存在？要存在。不得已的时候有的人是要刑法伺候，我们的身体状况有些时候是需要刑法伺候的，刑法要介入，就这个概念。但是不要搞颠倒，不要随便犯错就刑法伺候，那就会执法过当。那么站在这个医学的层面上，孙思邈讲得很清楚，我们说人食就不要。中华文化，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是药食同源，医食同源，药食同源。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的一句名言也说，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你的药物也必然是你的食物，讲的其实就是上工治未病的食疗部分。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后面计划，食疗不愈，
然后免用。就是我通过教育还不行，刑罚伺候。所以医学没有对错，中西医没有对错，中西医是不应该对立的，也没有什么对立空间，应该是帮助。就是刚才讲，可不可以加冰块？可以。加了冰块要不要关火？要关。关火的同时，可不可以看状况要不要加冰块？必要时候要加，急者自己标。好了，能解就不发，能大就不小，能省就不奢，哦，这些最教条性的部分。这里呢，我想是留在下一讲呢，就是我们张琦医师的这本大作《自然医学的这个原理概论》里面呢，主教在谈到的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一个状况。在我们自然学这个2012年自然学公报里面，已把这一个定在生命的现象，就是物质信息能量在一定时空中有序的一个动态的和合表现。还有一个信息是以物质能量做载体，信息调控物质或能量，并以什么能量它是互动互换，这个是基本上我们把它定下来。那么详细如此之般，就是我们下面 张医师穷了他30多年的临床经验，那呢请教了很多老师，当然或许不完整，但是我们另外一位老师陈厚奇教授说，尽管看起来还有点差强人意，但是不能不这么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们希望下一讲的就是我们张医师在谈到自然医学的这个信息能量物质这个部分的这个互动关系，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是我们所有医学我认为都不会脱离这个本质，都不会脱离这个根本，在这个根本所延伸出来的不同的现象、不同的生理表现，当然就有不同的医学的解读或不同方法的来诠释或者来处理。就是刚才讲归言无二路，方便法可以有若干种，但是必须明理才可能知法。这个呢在资料上都有，我就省略，因为时间快不够了， 就跳过去。这些呢大家去看看，都是一些 条文性的东西。最后呢我给大家谈一下这个谈自愈。自愈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卫生署，各国的卫生署都定一个法规，食品不能标榜疗效。所以呢在下不得已，我写了一篇不成熟的文章，叫此疗分彼疗。我们把疗效界定在加冰块的效应、症状控制的效应定为疗效，这是不完整的。疗效它涵盖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此效分彼效，所以各位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要定一个法规的时候，我建议说应该把那个定义是非常清楚。那么食品是不可以标榜加冰块的症状控制的效果，这就是很清楚。但是食品是可以来改变身体的内在的内环境，内环境改变了，没有条件、没有因、没有缘，病因就不会成立，缘断因灭而果不生。所以呢，这两者呢，我们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困扰立法者、困扰执法者、困扰医生、困扰民众，而且造成了文字狱，这是一大人类的本恩。这些就跳过去了。那么我这里呢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现在政府在做什么。马来西亚政府从1910年的时候成立非传染性疾病专门委员会，在各位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通过了辅助医学法案，那么并且呢在今年的6月1号马上就要公布实施。它涵盖了哪些层面呢？他这个法令呢规范了这些医学都会变成合法的医学，而且会进入到正统的大学里面去成为不同的学科，马来的传统医学、中国医学、印度医学、同类疗法，来这里辅助疗法。各位，辅助疗法其实就是离我现在在讲的自然医学，这个涵盖面是很广的。
那么从这个法令公布以后，各位各种的疗法就不能像我们在台湾的民俗疗法，民俗疗法有点三不管，反正你不要出事卖人钱，你好像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是你不知道从何管起。以后在马来西亚就有管理了，有法案了。如果你那时候你没有通过政府的登记注册，你就贸然行医的话，会罚30000的马币。各位，30000马币是多少钱？是300000台币。那么各位，有8个机构登记各个领域的医师，那么现在正在进行试。那么各位，在马来西亚呢，已经有一共有多少？有6所的大学，那么来开设现在中医的课程。跟我们互动的比较多的是南方大学，南方大学。那么在自然医学的教学部分呢，我们合作的是哪些呢？各位，是这个，我们中华自然呢，说一遍，我这里呢是中华自然医学健康促进教研中心，我个人人为言轻，能够结合多少这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么尽我们一己之力，我们先跟在1911年12月8号的时候，我们跟开放大学签署了教学的备忘录，那么就来推动自然学的教学，把我们的一些课程，那么推动到他们学校里面，成为他们学校的一个学科。另外呢，这个是当年我们去拜访他，你们看当时我们在座好几位老师我们都有去，就开放大学的参访，跟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么在马来西亚呢，已经开了好几届，2届，一年期的职业的叫做专业健康咨询师的培训课程，这里呢是在上营养学的课。那么由开放大学发这样的这个证文凭。那么这个文凭发了以后呢，由他们的传统医疗局啊，就是那么可以来登记来注册，成为一个专业的证照。那么当年我们还回顾一下，我们在那一次大会的时候，我们你看我们结合了香港，我们陈所长，我们的理事长，然后呢马来西亚的这个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美国自然学研究院院长，然后呢这里是马永华马会长，南京自然学会，我们当年还一起来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就是在亚太地区我们大家集思广益，众志成城设立中华自然学大学。那么这件事当然呢有很多朋友很关心这件事，打电话问我现在进行怎么样。各位，我在这里给大家报告实际话，目标严大，步骤合理，前途光明，道路坎坷。好，那么商流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动的几个活动，叫做368的健康管理计划。商流就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会张医师会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具体步骤是几个部分，六通，第一个关联通，二便通，经络通，胆管通，气血通，汗腺通。时间不够，我今天有一张简章在里面，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学术单位，我们没有办法请那么多的课，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愿意体验一下子什么叫做胆管通，在各位的资料袋里面都有，也有报名表，如果你愿意，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能请课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到弹尽粮绝了。我们真的用到弹尽粮绝了，只是没有超把房子拍卖掉而已了。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希望大家用大众之财做大众之事，我们愿意服务。那么你们可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胆管通啊。那么八患是哪八患？还是患光链，思路，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光链决定命运，光链会决定健康。光链环境包括外环境内环境，我们欧阳英老师推动的是厨房家庭的环境。那么换食物，吃错的换回来，陈俊旭医师写一本书，吃错了当然会生病，一点都没错。然后呢换好水，你喝的水有问题吗？你自己还在喝自来水吗？你对水有多少了解呢？这些都是问题，种种的包括习惯，全方位的我们都要来换，你把这些换掉，这就是健康管理。那么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吴胜吴教授去做音乐疗法，音乐方面的一些提示来跳过去。然后呢，我们这个吴文新老师去推动水的文化，大家对这位咱这位杨教授，我们看到他，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看到的都心有戚戚焉，都有无上的无限的感伤。总而言之，没有关系，自然医学本来就是西药，前仆后继。我们欧阳英老师在推动养生食谱自己开，吃错的会生病，吃对了少生病。然后呢，我们也做断食的，欧阳英老师在那边推动的，你看很早以前推动的断食，那么我们也推动酵素断食，这是马来西亚。那么我们在推动百病有本因，百因毒为首，这就是清胃肠进肝胆的具体做法。我们说一尺不如做一寸，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认为是对的。我们讲实证医学，实证医学，实证就是要做得到，就是论之有迹，言之有物，简便易行，最后要行之有效，最后手重无伤。只要能做到这样，就是白猫黑猫会抓老鼠，是好。我想时间已经用太多了，到此就为止了。这个五分钟看完，我们就此打住。Thank you.